过一百年的九月份，我们就相遇了。一开始只是上一个通识课，没想到就这样在一起。我们有分分合合过，可是我看到你越来越成熟，越稳重。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有肩膀的男人，可以撑起你的一片找那一种吗？小314块就过关，有没有四块钱？老婆说错要盲从，老婆生日要记得，老婆贪吃要等得，老婆生气要忍得，然后老婆花钱要舍得。五天以后就要来我家生活，那我会好好的照顾你，有什么事就跟我讲，那我会帮你出头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伟丽就交给你了，要好好的带他。啊，伟丽呢也要好好的这个对待南界哈，两人呢幸福美满过一生，好吗？爸爸妈妈，就是伟丽到我们家，那我会好好的照顾他。那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会帮他出头，不会让他夹在中间很为难这样子。遵守誓言就好了哈。嗯。刚刚你起誓了，那佛做了五家酒，嗯，哦，好不好？嗯。我答应你们32岁之前都要嫁掉，所以我做到了。那我也找到了一个终身的伴侣，以后就是他当作我依靠，我会把他当成是爸爸妈妈，一辈子就跟他一起照顾爸爸妈妈。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3081天，那真的很感谢有你的陪伴，让我能一路挺过来。我一直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你说未来不管说我赚的多我赚的少，你都愿意陪着我。顶多就是我们赚的少，那我们就一起辛苦，一起共享一碗饭都没关系，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开心就好。当下我就知道我要的就是你。支撑我的生活，还有我的工作，那我才能够无忧无虑的好好的往前迈进。那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太太了，那我们就要一起朝我们的梦想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奋斗向上。谢谢你。
我爱你。我们一定会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分每一秒，我们一起聆听听。